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，圣严师父开示了在办公室内同事之间的相处之道。那么在办公室里担任中层主管的人，又该如何扮演好桥梁的角色，让上层主管跟下层员工之间意见管道畅通无阻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。因为我也没有学过管理。 这个是属于啊专业的知识，这个开管理学的课，或者是啊去听一听啊，就是工商企业的管理，这是说经理啊，就是管理阶层的一个主管了。所以这个专业的学问应该不是我讲，我不会讲，我只能够做一个。 出家人，做一个佛教徒来看一个中层次的，应该说中高层次的一个负责人，应该是如何的呀来做好自己呢？最糟糕的一种啊，这种主管的最糟糕的一种形态是什么呢？对上面呢？ 推捧，对下边呢欺压，把下边的功劳呢全部啊拉归自己，对自己呢出了纰漏呢全部推给下边，上边交下来的工作啊责任呢全部往下去交，这个上边交给什么工作自己。 不需要动头脑，也不需要去努力，全部往下交，交下去，让他们负责。下边做好的是他的功劳，做坏的是下边的过失。如果是上边呢需要解决问题，请教他解决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不能够提供他的智慧，而这是呢。 说啊，老板，你的思想、你的观念、你的看法高明远见，啊、哦，你的智慧真高。本来老板呢，可能希望他提供一点意见，但是呢，他就把老板捧一下，把老板捧的这个觉得嘿嘿，这个蛮不错的，让老板呢上当。老板本来啊没有信心。 他想问一问呢，你下边的给他什么意见？但是呢，你下边不给他意见，反而就说老板不错，老板的看法，这是啊最正确的，老板的做法是最好的做法。这样子一来，这个害了老板。另外呢，下边发生的问题，事情发生了之后，自己不处理，马上向老板反映，说老板啊。 我已经把事情处理得好好的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人呢，怎么样子的坏，怎么样子的麻烦，而增加了我们许多的困扰。看看老板是怎么办。好的事情呢，不下边好事情不向上面报，坏事情呢不向上面报。报了以后，反正出了纰漏了，他说他是啊，全权的负这个。 说全权什么授权了，是分成授权呢？下边全部啊已经承担了，那下边没有做好，那应该开除的、应该记过的、应该负责的是谁呢？当然是下边的人了。那开除的是开除下边的，记过是记过下边的，而他自己完全没有事。请问诸位，这样子的经理好不好啊？哎，对老板讲，老板还是很喜欢这种经理。我告诉你。 老板呢很喜欢这种人，所以是有许多的人认为呢，这个最好的、最英明的老板呢，不是喜欢这种奴才性的人，这种啊专门来上捧下压的那一种人，而是喜欢呢好的这个老板，英明的老板是喜欢什么，能够提供啊。 宝贵意见的这个
这个经理。还有呢，老板本身最好是啊，不用太多的头脑，只是呢，只要掌握政策的这个原则、政策的方针。老板交代的不是啊技术的问题，老板不是啊要告诉你怎么样子做，怎么样子做。老板只是说我要做什么，这个是呢最好的老板呢是这样子。那经理怎么样？经理也就是说你是个中层次的这个主管呢，就要为老板好好的策划，好好的设想，好好的研究，好好的要执行。然后呢分的工啊要分得很细，一步一步的分工以后呢，要对下边的每一个部门呢，这横的方向要给他们做协调，这个直的方向啊，直的这种系统啊，要给他们呢一个一个的安排，要给他们呢这个处理所有的问题。所以关怀所有的人、所有的员工、所有的事，自己了如指掌，而且把他们呢都一样一样的能够啊清清楚楚的指导。这种这个所谓经理啊，就是最好的经理。可能呢老板要问你一些什么事的时候呢，这个做经理的人要非常这个坦诚的、非常呢细腻的来给老板呢分析，来给老板呢做报告，向老板呢请示。我的原则希望就是说，事前呢要请示，请示确实是原则性的，事后啊要报告，报告是重点性的。如果把经理这样的角色做好的话，这个人能做大老板，能做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也能够做一个国家的领袖了。那他是用人才，他会用训练人才，他会训练。那么做事业的时候，他会经营。那我不是学管理的，我只是呢，我对一个寺院如何的经营，一个寺院的团体如何的呀，用佛法来我们这个照顾和关怀。我以这个原则呢，我讲了今天这样的主题。阿弥陀佛。